大家好，土豆这样做你吃过吗？特别的柔软劲道。把土豆去皮，洗干净，切成薄片，然后上锅蒸熟，取出用擀面杖捣成泥，捣至有粘性的时候加入一勺土豆淀粉，然后揉在一起，放入蒸锅，水开计时，蒸3到5分钟，然后取出，晾至不烫手的时候趁热去揉，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特别有弹性的面团，搓成长条，分成大小相等的面剂，取一块面剂擀成薄饼，然后凉皮盘子刷油，放入面皮，再上锅蒸5分钟，蒸熟取出晾凉，上面再刷一层油，看看是不是特别的柔软劲道。好吃的土豆擀面皮就做好了，再切成细条装入碗中，浇上调好的料汁，放点香菜和葱花，有没有馋到你呢？喜欢的朋友点赞收藏试做，感谢支持。